住头大力狂锤，三名男子扭打成一团，一旁戴帽子的工人几度想要劝架，都不知道手该放向哪里。此时后方又冒出一名灰衣男，举起一把椅子从人群背后偷袭攻击，一群人扭打在一起，火爆大乱斗，场面相当混乱。一日清晨7点多，新竹县宝山乡知名晶片大厂的工地福利社前，两派工人火爆互殴，甚至拿椅子攻击。本案目前尚未接获报案，调查后将通知相关人等到案说明。警方表示没有接到报案，冲突原因不明，但在公共场所斗殴的行为已经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。斗殴影片流出，在网络上广为流传，对公司形象恐怕已经造成不良影响。记者何梦倩、王阳新竹采访报道。